我就要逛高楼。刚刚最近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情人节的活动啊。我想说，我最近先负责把这些道具讲一讲哈。潜能抽取抵用券呢、欸？哇 我怎么觉得我是一个讲道具的咖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生气了，看一下啦。然后应该没事了吧？就这酒吧。诶，我是不是又创工会了？那什么？那什么不酒吧嘞？哦，那其实我现在边讲会边给你们看一下角色。那这边就有樱花木道的湘北白。诶，我没有抢到球吗？小龙上篮。哦，欠电啊！我们这场赢定了，一袋都挂在这里。是我那个还是你那个呀？有发现樱花木道那上篮的时候还有一个技能特效诶。最好。真的觉得很扯啊，对面刚才那样也行。哦，盖环呢？被这写什么意思？太扯了吧！对面有什么三分幸运哦？好奇葩哦！今天遇到这个对手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他是 COM 还是谁了。今天的广告就到这里了，这叫问题吗？然后基本上我现在有创个工会。